海南作为全国首个全域旅游的创建省，也就是要把全省当做一个大景区来打造。全域旅游是跳出传统旅游谋划现代旅游，跳出小旅游谋划大旅游，改善海南现在的旅游结构。海南通过打造一条环岛旅游公路，建设中部4400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及农村地区，还有三亚等传统的旅游城市，逐步形成海南旅游业三足鼎立之势。也许你曾领略过海南岛沿线的滨海风光，也曾享受过大三亚旅游圈吃住行游购娱的完善配套，但是海南岛的中部，你是否深入地体验过呢？海南中部通常是指海南岛内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包括白沙、琼中、保亭、五指山等市县。其境内以山地为主，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遗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这些元素让海南中部旅游充满神秘色彩。今天就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深入海南岛中部地区，去寻找一些处在深闺人未识的好地方。沿着海南中线高速从海口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本次旅程的第一站——琼中黎苗自治县。这里因处在整个海南岛的正中间，因此得名琼中。这里有海南中部首个国家4A 级景区，海南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百花岭地处海南田字形高速公路交汇点，离海口市108公里，距三亚市160公里，纵横海岛东西南北都在一个半小时车程之内。百花岭素有神奇雨林、百花仙境、南药天堂、养生圣地之美誉，峰峦重叠连绵，古木神树参天，藤萝金花缠绕，山水林溪之间，老径生花，空中花园，藤本攀附，滴水夜间等10大热带雨林现象，不遗景意均有展现。刚刚走过来，我看到这个指示牌，说这棵树的名字叫天琴，这个名字是由何得来的？咱往下走，嗯，等会儿就可以看出它为什么叫天琴了。嗯，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哈，这个垂下来的这一条条的气声根，感觉就很像是这个琴的琴弦，对吧？那这个树它是一棵吗？还是几棵？不是哦。它这棵树的话是双树叠生的，它有一棵是那个高山榕树，然后有一棵是菩提树，然这两后棵叠生在一起。对，叠生在一起，然后树上面还生长了，复生了那个有56种植物。那这个树的这个年龄，树龄大概在多少岁？这棵树的话大概是上万年了。哇，上万年哈。那这个垂下来的一条一条的这个叫气生根，这个气生根，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气生根来判断这个树的这个年龄吗？还是？是的，它一根的话是需要500年才可以长成。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统计，百花岭各类植物资源品种超过1000种，国家1、2级珍稀保护野生植物33种，海南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3种，中国植物红皮书濒危种10种，并分布有丰富的南药资源，是热带雨林植物的王国，堪称物种基因宝库。百花岭景区在这几年的开放建设中因地制宜，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资源。目前森林覆盖率超过90%，眼前这条透明的玻璃栈道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条玻璃栈道其名为“飞龙在天”。哇，这边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琼中县的这个县城，俯瞰的这个视角还是很棒的啊。其实走在这样的这个玻璃栈道上，我还是有一点点不敢往前行的这个感觉，总怕下一脚会踩空。虽然我知道它很安全。哇哇，刚刚真的是吓到我了。走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这个下面会有这个玻璃震碎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特效。来，再看一下，我们再走回来。哇，刚刚真的是有点吓到我了。
有没有这个效果做得非常逼真啊、哦、快走快走，还好没事。百花岭飞龙在天树梢栈道位于百花岭海拔900多米处，全长520米，如同飞龙在天盘旋于热带雨林树梢之上。行走于栈道，可观日出云海，或是雨林深谷，可览梨木山景，或跳五指山脉。胆战心惊之余，享受漫步云端，一览雨林仙境。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漫步呢，明显就是感觉这个空气非常的新鲜。那刚才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里边每立方米含氧量呢是达到了4万的这个数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那么不仅空气清新，而且呢这个温度也是非常适宜的。这边呢由于热带雨林的这个特殊的环境呢，温度常年就是保持在26度左右。百花岭集奇秀雄美为一体，高山、峡谷、雨林、飞瀑、溪流、奇石、百花、梯田，以及黎苗村寨等各类人文与自然资源和谐交融。海南第一瀑总体落差超过300米的百花瀑布，自上而下名曰金龙吐珠、神丹妙药、仙女散花，一级一景沿着栈道登瀑观景，美不胜收。在推进自贸港建设的过程中，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2020年9月29号，海南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举行国家4A级旅游景区挂牌及创建5A级景区启动仪式，标志着琼中首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结束了海南岛中部没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历史。其中热带雨林旅游区的项目产品、游览道路、服务设施正趋于完善。亚洲雨林第一滑百花岭雨林速滑全长2020米，全透明特制钢化玻璃滑道如吸水巨龙从千米之上环形而下。这里就是百花岭雨林速滑的入口处了。那其实在这儿呢，我已经能够很清楚地听到这个游客朋友们的这个惊声尖叫的欢呼声了。那待会儿呢，我也要去体验一下这个项目，不知道我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像这些游客们一样哈。那由于在这个整个滑行的过程当中呢，会有水溅落到衣服上，所以呢，我也是特别的准备了这个当当当当雨衣雨裤，来穿着。刚刚在出发前虽然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最后在到达终点落入水中的那一刹那，这个溅起的水花还是把我现在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啊。在整个的这个2000多米的滑道滑行下来呢，穿梭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既能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畅快，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同时呢还能领略到这种山间的绝美的景色，非常棒的一次体验。百花岭有独特的热带山地气候特征，冬季温暖，夏季凉爽，是中外游客得天独厚的避寒避暑胜地。据统计，自2019年百花岭试营业以来，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近100万人次。随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域旅游的发展，这里已成为海南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很多来琼中的游客，百花岭是旅程首站，带动了琼中县城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等系列产业，直接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未来百花岭周边还会修建酒店、建设美丽乡村等，进一步满足游客的食住游购需求。县县通高速，村村有公路，自然村光纤宽带和4G基本全覆盖。随着海南无网基础设施建设，曾经无人问津的美丽乡村成为旅游热点，鸟语花香，清新空气，享受着大自然无限的爱抚。在海南，乡村和田园不仅能让你深呼吸，更能令人回味。接下来就是整个海南中部旅游的第二乐章，乡村游。在琼中有一处围湖而建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名为云湖。
这里除了生态环境好，住宿条件不错，还能体验钓鱼、水上高尔夫等项目。每年三四月份，度假区里种植的几十亩桑葚也成熟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也走进了这片桑葚园。又大又甜，好吃。又大又甜，已经尝过了是吧？尝了，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哇，这些小筐都是你摘的吗？刚刚摘的。对。那我们端起来看一下。好。哇，果然这个果子很大哎，就是感觉。又大又丰满。对比普通在这个市场上买的这个桑葚果要大很多。嗯。那我尝一个啊。它主要是这里不打农药。它这个不打农药，好甜的。嗯。清甜啊。真的特别甜。对。而且就是感觉。它这个汁水很多，汁水也很多，对，它那种甜的就不腻，只是清甜清甜。就是吃完了之后，这个手上的颜色会感觉有点重啊。满手都是。桑葚口感好，味酸甜，又含有多种功能性成分，如芦丁、花青素、白藜芦醇等，具有良好的防癌、抗衰老、抗溃疡、抗病毒等作用。相比于专门的桑葚采摘园。云湖度假区的桑葚采摘目前处于免费的状态，随摘随尝，随摘随走。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紫红色了吗？这就是刚刚摘桑葚的劳动成果，特别的甜，也很爽口，很棒。刚刚体验了农家的水果采摘，还品尝到了自己亲手摘下来的桑葚，特别的棒。而且呢，从一路沿着这个荷花池走过来，还能够欣赏到甜美的田园风光。哎，我看到前面这边有一只乌龟在爬，感觉好像是这边附近的农户在饲养。走，咱们去看一看。大哥你好，怎么称呼？啊，叫王长生。王大哥，这是在给这个乌龟喂饲料哈？啊，这是乌龟的饲料。这是在喂什么？喂龟的饲料。这是什么做的？这个是用那个。稻谷啊什么的，那个玉米啊什么打出来的，稻谷打出来的哈。哇，我看咱们这边这个池塘里这个乌龟的数量特别多哈。啊、这个总共差不多能有多少只？这个是200多只。200多只，一个池就200多只。嗯，那这个要怎么投喂啊？这个饲料？这个投喂就是像我们经常下午喂。嗯，下午喂。下午3点多到4点钟，每天都要喂。每天都要喂，这要喂多少啊？一次？一次喂就是喂的。半桶料，半桶、啊、那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随便。就是这个、哎、大家看到了吗、嗯、我把这个饲料抓在手上、嗯、现在所有的这个池塘里的乌龟全都聚拢过来了，就是感觉知道自己马上要吃食了，开饭了，这个感觉特别壮观。你越淘越多，它越来越多，越爬越上来越多。这个感觉还挺奇妙的、嗯、就是所有的这个乌龟感觉就都聚集到这个小水塘里面来、啊、王康生说，近两年随着琼中旅游业的发展，他们也吃上了旅游饭。这些火焰龟就是当地村民和旅游区一块儿养的，村民零资金投入，只需喂养就可以参与分红，每户大约认养200只火焰龟。目前整个旅游区已经有20来户村民参与其中。今年呢就是100来块钱一斤。100多块钱一斤、嗯，我们的龟苗就是最少要30块钱一只小龟苗，到最低的价格就是30块钱。王康生说，火焰龟主要是取龟板入药，按照目前价格计算，养龟的纯收入能接近1年5万元。这几年因为游客增多，他们每天也不用花大量时间去喂龟，很多游客路过这儿就会给这些小家伙们喂上几把饲料，养殖户省心，游客也开心。与云湖不同，琼中和平嵌对村则是一处正在探索发展旅游产业的小村庄。尽管这里的旅游配套并不完善，但并不影响游客们到这里享受乡村生活。是从哪边过来的？从三亚过来。从三亚过来。对，三亚过来。感觉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哪儿啊？空气好，风景好，这个吃的也好，都是原生态的东西、嗯、主要是这个人也好，特别有这种亲情的感觉。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吗？啊，不是，嗯，都已经从去年疫情的时候，嗯、那时候我们就来，嗯，然后一直到现在经常过来。嗯、所以每次到这边来了之后，都会做点什么？一定是要来玩嘛，嗯，就是当地有，你看
都是河里的水，万泉河里的水，水里有都是野生的鱼，嗯，我们要吃鱼吃虾，嗯，然后要跟当地的人去聊天唱歌，嗯，非常开心。回去之后还会推荐身边的亲朋好友过来到这边来，当然了，我们一起来了好几十个人，哦，就是为了到好几十位朋友一起过来，对，就是为了到当地体验这种农家乐的感觉，嗯，这种生态。嵌对村位于万泉河畔，这里的村民一大早就出门下河捕鱼，收网之后就把一条条新鲜肥美的万泉河鱼变成餐桌上的美食，品尝着特色美食，听着特色黎族山歌，在嵌对村度假别有一番风味。自2014年嵌对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近3.5万人次，其中俄罗斯游客76批，3916人次，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3800元增长到2019年的14077元，6年间收入增加了近3.7倍。2020年，嵌对村入选全国文明村镇，再加上之前获评的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森林乡村等荣誉，想不成为旅游打卡圣地都难。目前，嵌对村正加快推进无人机培训旅游、绿城酒厂等项目。除了发展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之外，琼中还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规划修建多个红色旅游主题的美丽乡村。自2017年海南省出台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3年行动计划以来，目前海南全省已建成美丽乡村1000余个。我爱五指山。20世纪70年代，词作家郑楠和作曲家刘长安仅仅凭借书中所记录的资料，便写下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红色经典歌曲。因为这首歌，万泉河和五指山的名号被世人熟知。离开万泉河畔的琼中，我们的下一站正是五指山，我们将带你去体验海南的茶文化。水满乡坐落在五指山脚下，距海渝中线鹿城8公里。水满这个俚语地名的汉语含义是非常古老、至高无上，而水满的位置正如它名字的含义。根据海南地质专家李福的测定，水满乡是海南岛海拔最高的乡镇，长在高山上的野生茶就是当地的特产水满茶。明正德6年《琼台志·土产》就记载有海南早期的茶事，当地黎族同胞早有采集野茶的习惯，水满茶也因生长在五指山的水满村一带而得名，是海南最早的茶叶，清代时被定为南荒贡品。为了学习水满茶的知识，我们的主持人高寒也是十分应景的，换上了一套黎族服饰，跟着老茶工一块儿进了山。教您摘啊，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就这一颗是吧？啊，对对，这个啊，这个就是比较嫩，然后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对，这个芽尖没开，就是这个没长开叶，对，没长开叶，因为你再过一段时间，它这个要长开了，回头就不能再摘了，哎，它又有一个叶出来了。那像这个在摘的过程当中，这个手指的这个手法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是怎么样掐？它其实怎么样掐这个啊，这个？你看我们看它这个，它其实就是一般这样拧一下，因为茶叶它比较嫩，嗯，所以你不用使太大的力，就两个手指，哎，对，两个手指这样子一抠，你看它就下来了，啊，对吧？啊，那我再来挑这个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对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我踩的这个还合格吗？对，挺好的。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肯定啊。正在教高寒采茶的吴金章是福建人，前些年他和几个世代在福建做茶叶的好友一拍即合，在五指山这里创办了海南真吴乡茶叶。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投资建厂呢？第一个就是生态，嗯，第二它的一个生产那个生长的一个环境，就是说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一个低纬度高海拔，嗯，啊，因为五指山就水满乡是整个海南省海拔最高的一个乡镇，嗯，啊，那么像我们后面的这个五指山呐，啊，常年你不管是大夏天也好，它也有云雾缭绕，啊，所以为什么说云雾滋养出好茶，就是这么一回事，有阳光。嗯，有云雾，嗯，啊，再加上它的那个，
原生态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它所长出来这么一个茶青就是很棒了。之前一些那个茶学院士啊也到咱那个水满乡这边做过那个调研，也对我们那个水满乡的一个茶叶茶青给予很高的一个评价，甚至在全球的排名都能排在3号。吴金章说，好茶叶的根本还得是底子好，五指山上自然生长的野茶正是他们心中的好茶叶。这样的好茶叶如何借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走出去，是他们茶商最关心的。茶红茶是怎么做的，绿茶是怎么做，红茶的茶青跟绿茶的茶青有什么区别。那么针对这一块，我们就是说现在接下来要做一些研学啊，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实现大家能够体验我们的那个茶青采摘，然后茶叶那个加工，包括那个茶叶的一个品鉴啊，这么一个流程的一个过程，让大家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什么是茶。那么除了研学呢，我们还想就是说那个把五指山的一个红茶呀，尽可能的推往内地市场，因为目前五指山红茶的一个市场份额还是就兼容量还是比较小，海南省内还是比较多，省外就内地啊国外啊相对它的一个流传就比较少了啊。我们想把这一块就是在宣传这一块往那个大环境上面去努力。一片小小的茶叶蕴含着大大的学问，同时还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制茶采茶人对于传统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据吴金章介绍，目前五指山当地的茶厂茶园都在想办法进行产业升级，吃上旅游饭，新的经营模式也在酝酿之中。在发展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未来旅游与茶文化的融合必定会成为五指山的一张旅游名片。除了感受茶文化，五指山还有年轻人喜欢玩的峡谷漂流，摄影爱好者喜欢的翡翠山和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喜欢人文历史的还可以去民族博物馆和黎苗村寨。海南中部的旅游资源丰富远不止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白沙陨石坑、船形茅草屋、宝亭的亚诺达雨林风景区、七仙岭温泉等。海南中部每个市县都至少有10个值得一去的景点等你去打卡。行行搞旅游，处处有旅游。随着海南全域旅游的深入发展，海南中部各市县也不断挖掘当地特色旅游资源，招商引资，完善旅游产业配套设施，改善海南的旅游结构。未来在诸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海南中部旅游将成为海南全域旅游的重要支点，为海南旅游业的发展助力。